敌军队来了，上马！凝聚我们的武艺，守住合肥。是时候为下一步做准备了。 就知道敌军会来，击退敌人，精气部队准备攻击，看好了，破茧连枪！愚蠢！我们去占领要地，冲啊！对反抗之人不必留情，冲啊！对反抗之人不必留情。 只守了吧，不，还要忌讳，第二阵前进，誓死捍卫战线。上马，我们一定要将合肥坚守到底。大批魏国援军到达。 这样下去，合肥已经要被包围了。什么？他们还想要逆转战局吗？魏军的将领们真是斗志惊人。继续战斗下去，陷入困境，是我们。暂且放弃攻打合肥，所有人撤离。 你没事吧？听闻您的危机，世子义立即赶来。当主公顺利逃脱，才是当务之急。就由吾来负责殿后吧。 孙权，张文远，来也！张文远再次出击，全军追击孙权。 这里的防守不能松懈，我们来。现在小石桥应该已被毁坏，孙权部队退路，改变吧。挡住了，小石桥已被敌军破坏，这下无法过河了。敌人准备的也很周全了，没办法，绕道去寻找其他路线。 战斗的精髓就是占领要地，我们却把敌人的据点收为己有。战斗的精髓就是占领要地，我们却把敌人的据点收为己有。 战斗的精髓就是占领要地，我们却把敌人的据点收为己有。糟糕，居然有敌军！冷静应对。
把损害降到最低。我军的消耗相当大，暂且撤退，恢复精力。可恶！不要以为这样就赢了。敌将已被我击败。干得漂亮！就这样继续奋战吧。真是武艺高强，敌将已被我击败，总算顺利逃出来了。想不到没夺下合肥，还差点被夺去性命。活到现在，都是靠大家出力。必须重新崛起，一飞冲天，来回报大家。甘宁，主公他。太师子。吕蒙，魏军动向如何？吕蒙，无论面对怎样的大军，我都不会畏惧，一定要击退魏军，守护孙母。吴军的士气似乎相当高，如果不能击败曹操，恐怕不会撤。想逃走，孙权。休想伤害孙权大人。是在下大意了，孙母的信念确实过分。在这种地方失手，看来我的武艺也有所胜算了。再次被击退了，下次一定要为此战雪耻。敌军的包围网已被冲破，各位，现在正是转守为攻之时。对手用兵还是很精到啊，但这一战我可不能容让。我们攻入大本营，我们都有危险，赶快去救援。哎呀，岂可输给黄袍将儿。就会放弃如虚口，瞄准主公，不能坐视不管，立刻派兵前往大本营。还不能交给那些年轻人呐！太厉害了，这让人大开眼界呀！神速急刹！快点！
不对，救我脱离困境的人果然是你啊。神速击杀！报告，曹仁大人的援军已到。不愧是曹仁啊，你的细心救了我的性命。我们要在此地加强防守，做好准备吧。现在撤退，为了最后能获得胜利。你将已被我击败。
差不多是时候了，全军撤退，成功了，这一战是我们胜利了。看来是这样，但是魏军实力依旧强大，与曹操的战斗或许应该告一段落了。 我们的人。